道终于突破70万订阅大关啦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也会遵守我的承诺，送出 iPhone 11 Pro 来回馈给你们。你们现在只需要确保已经订阅了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了小铃铛，还有追踪了我和 Cherry 的 Instagram， 之后我就会从中挑出幸运儿，把这个 iPhone 11 Pro 送出去啦。所以我们继续看影片呗。大家非常抱歉，因为我现在可能是刚睡醒的样子，然后一脸水肿的样子啦，但是我一定要在这边做开场，因为小明还在楼下。 OK， 今天你们看我这一身打扮，就是我很少穿长裤嘛，然后今天摆明就是一副要出门的装扮。 OK， 今天其实是小明的生日，然后昨晚呢大伙儿都有帮他庆生，然后有送他礼物的就送礼物，然后帮他庆祝的就帮他庆祝。但是呢，我呢是还没有送他礼物的，这是 Cherry 啊、Benny 啊、Dixon 啊、阿旺啊，他们送他礼物的，但是我是还没有送他礼物的。至于送他的礼物呢，我想了很久很久，我不懂他送他什么，因为他好像应该有的东西都有了，不应该有的东西也好像有了，所以呢，就想一个蛮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他。我个人觉得啊，包红包给他是最实际的，因为他有钱嘛，他可以去买任何他想要买的东西，如果他没有想要买的东西，他就可以把它存起来当作是一个储蓄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影片除了是一个记录他生日的 vlog 之外呢，我还会告诉他，这个影片每过1000个 view， 我就会给他10块钱马币。OK，我自己算了一下啦，我的影片啊通常啊可以去到 OK， 我讲三天内可以去到10多20万，有时候高的可以去到30-40万。 OK， 我就最低的预算算起，我就算它10多万吧。三天内如果10多万的话，1000 view 等于10块钱，1万 view 就等于100块，10万 view 就等于1000块，如果15万 view 的话，我就要给他1500块的红包；如果20万 view 的话，我就要给他2000块的红包。我觉得这个礼物蛮创意、蛮好玩、蛮刺激，也蛮有期待感。我相信他会很喜欢。OK， 所以等一下我就去楼下跟他讲这个礼物吧。Happy birthday to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礼物要快乐，礼物是因为我忘记了耶，忘记了耶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。哎，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，我相信啦，这份礼物啦，你收到之后啦，你会比任何人都来得更喜欢。I mean， 你会比任何的礼物都更喜欢。至于是什么礼物呢，我先给你卖一个关子，我等你先清醒了，冲个凉梳洗了，我们出门了，你吃饱饱了，我再跟你讲。要等下醒。啊，这个太阳好炎热啊！哇，这个天气实在漂亮呢，晴天白云。首先讲啊，首先讲。平时他已经是最慢出门的那个人了，我以为生日的时候他会有点例外啦，结果生日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例外。OK， 具体还没有跟你们讲，我们现在出门是要去什么地方，这个东西呢就由草泥马来给你们解释。嘘，你要讲小声一点啦，因为他在里面。我们不是，是我想要给光明度过一个难忘的生日。所以他活了25年嘛，是不是？活25年，我觉得需要学一门手艺，以后防老。防吗？以后防老。防老。怕老了。我跟你讲防狼哦，我是觉得不会有狼就想要射，想要飞离他。防老，所以就是怕老了，有一门学艺嘛，至少。所以我要他自己做自己的生日蛋糕。
OK OK， 特别嘛，是不是、啊、OK OK， 觉得不错的。喂，生日不会这样慢的嘞，生日要快一点，要比平常快一点，怎样都要快一点的。你喜欢啊，你生日很呆塞了吗？因为我是想要穿全部的礼物嘛，直接穿了。有人送你长裤没？除了长裤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地点了，然后小明他到现在还蒙眼不知，看你们表演啦、啊。你猜到了吗？大致上 ，OK， 你大致上猜一下，大致上随便猜。我不懂。随便啦、啊，随便猜，讲歪中。你看这个东西已经这样明显了，这样明显了。你看这个东西已经，这个地点所有的线索都非常的明显。这样啊，拉花、哦。拉花，你哪里看到咖啡机？请问哪里有咖啡机 ？OK， 至于我要送他的那个礼物呢？没有什么好礼物啊，连礼物在这边了，所以接下来礼物也不是什么好吃。好的礼物已经送了。他讲我送他的礼物已经在这边了，接下来的不会是什么好礼物、啊。接下来的就是那种没有意义的礼物了。OK， 等一下我就会找一个。适合的待命再跟他讲那个所谓的礼物，就是你们两个吧，紧张吗？我很紧张，超紧张，我放心。OK， 现在小明他们已经开始要自己做自己的蛋糕，他现在终于清醒了，他懂他做什么了。OK， 然后我觉得现在不是对的待命跟他讲，今天这个影片的重点呢、啊，我觉得等一下等他做完蛋糕先，我就要马上跟他讲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已经从那个做蛋糕的地方回到来家里面了啦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迟一点还有节目啦。现在我们的寿星公正在 enjoy 我们新的网速，因为我们昨天换了那个 router， 就是新的那个机器，所以现在我们的网速呢变得超快，所以他现在就在体验这打王者啦。这是我们寿星公最好的今天生日最好的体验。OK， 寿星公已经完成了他的游戏体验，怎么样？这个游戏体验是不是你生日最棒的礼物？很棒，同时也是要自己出钱。OK，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背景可能会有点乱，因为最近他跟大马刘哥两个跑来客厅睡觉，原因就不用讲，不用讲那么多。原因就不用讲那么多了。那是跑出来没？我会被赶出来的哦。哎。离题了，离题了、啊，回归这影片的重点、回归这影片的重点。所以你还是有东西要送我。我先问你先，你昨天收到多少份生日礼物？数不完。有没有样够力哦？因为我没有记性嘛，我就讲数不完哦，免得去数。OK， 衣服一件，运动的一个。Nike 衣服咯。Nike 衣服。两件。Puma 衣服 ，Puma 的运动装。Puma 的运动 bag， 运动 bag， 还有游戏两个，还有 PS4 两个游戏，对，还有阿旺送你的蛋糕，阿旺送蛋糕。OK， 你觉得这些礼物特别吗？算不上特别啦吧 ，OK 啦，就实用哦，就实用嘛，实用。这样我现在来给你来一个更特别，难道你要请我一口？更特别、更实用的东西。我希望不是这一，真的不是这样。不是，请你一口啦。请你一口，怎样算实用些？不是实用啊，就特别哦。特别啊，又实际又实用。钱哦。钱。对啊，就是钱。OK， 多少钱呢？啊，他讲钱的东西啊，你猜到了。我觉得是十多钱。是这样。我呢就讲这个影片每过1000个 view，我就给你10块钱马币。10块钱马币，1000个 view 10块钱，你自己换算一下，如果10000个 view 就有多少钱？多少啊？1000个就10块，1万就100咯。1万就100吗？通常我影片会有多少万？平均，你大概觉得？大概可以说300-400块这样。哪里？所以你觉得我影片只有30万的 view 啦？哦，没有哦。如果是有100000的话，就1000咯。100K 就1000啊？100K 就1000啊？对不对？这样你觉得我影片通常可以去到多少钱？看那观众要不要给你2000-3000吧。看观众要不要给你钱吗？看观众要不要给我面子哦，坑他一下。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希望小明可以说红包比较厚一点的话、就要帮他 share 这个影片。可是真的，我不懂啊，我是有一点，我的心很挣扎，你懂吗？因为大家都知道 YouTube 啦，通常1000个 view 啊是没有赚到10块马币的。1000个 view。没有到10块马币，没有到。
所以简单来讲，这影片我亏本做。看得出。我亏本做。绝对是亏本的，真的没有线 ，steady 没有的。我会以红包的形式包给你。我会拍下来的哦，我会拍 story 的哦。我希望到时候你可以来一集啦，啊，开箱阿元包给我的红包，真的算一下有没有少一张。这样如果我 ，OK， 我要澄清，我要先讲啊。我 close camera 让你拿回去的话讲。我要讲，我要讲啊，这个影片呢 ，OK， 三天内的 view 啊。三天内。如果这个是 lifetime 的话啦，我一个月给你一次啊，我知道吗？三天内 ，OK 了。三天内 ，OK 了 ，OK。三天内的 view，OK，、okay. 做一个总结 ，OK OK。哎，做一个总结。是很特别啦，这个感觉上。是不是又特别又实际？很特别。是不是？很实际。是不是有兴奋的感觉？有一点兴奋。是不是很期待我这影片快点出？哎，这样又没有。哦，没有啊。这样又没有。OK OK。我要等你细心照料这个影片，做到美美放出去给更多。这个只是一个普通的 vlog。啊，就是记录你生日的一个 vlog， 然后同时给你一个这样特别的礼物，是很特别的，是很特别的。你要做结尾啊？对，我要做结尾。这样你快点做结尾啊，我等着收钱。这一次的结尾呢，就由你来帮我做。OK， 首先是这样子的，记得 follow 他的YouTube， 还有多多看他的。他第一次这样讲，他第一次这样讲啊，所以呢，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人。社会是现实的，社会是现实，社会是现实的，所以包括十多年的朋友也是一样的。你们一定要看他的 video， 尤其是这一部多多 view， 如果可以重看那就更棒。所以你们记得啊，我讲的话啊，如果你们没有，我们也我也不奢望你们会激励我，就看他影片就好。他的影片就是你们送我的礼物。你要应该这样讲，看阿元影片就是对我最好的礼物，就是对我最好的礼物。就仅此这一集。可是也不要忘记 subscribe 我啦。对，你们要知道最近 YouTube 啦已经很多问题，很难赚钱了，死命的黄标，一直黄标。我希望这部影片不要给我黄标啊。这部影片不要给我黄标啊。多跳了一块钱。 OK， 如果这影片黄标啊，我跟你的承诺 拉掉啊。拉掉啊！我讲先啦，你就不要拍到有黄标的东西哦。OK， 所以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，我们等一下要去银顶玩了，我要去找 Uncle Lim 拿一点零用钱，不然我这个影片倒亏。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，这一集是今年小明的生日的 vlog， 希望可以不要黄标啦，要不然的话这个礼物是多余的。OK， 所以拜拜，我们下集见。我得看啦，这部影片 view 多多 view 多多。